Facebook 那个，明天我会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，又演了一天，因为影片生不出来，难产了。对，那影片我刚才拍好啊，因为我昨天才拿到配备啊，然后拿到配备的时候我就出去吃饭了，吃完饭回来的时候就没时间拍影片了，所以今天就没有影片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小我真的有写一张 A4 的情书，还放在牛皮纸袋里。欧文呢？我不知道哎。我还真不知道欧文呢。好，明天就会把 Facebook 的抽奖活动先生出来。然后抽奖的方法很简单，任何人都可以抽，只要你完成就是抽奖活动的那个所需的条件，就可以抽这次的粉丝专业抽奖活动。那在Twitch台的话是订阅可以抽。爸爸画面怎么觉得这么小啊？终于有人开台跑计时，跑到快睡着，真的假的？跑计时跑到快睡着了。姐在等你。啊？姐在等你。没有人开。是吗？没有啊，他意思是说他计时刷一刷，没有人开台可以看，很无聊啊，没有要陪我跑的意思吧？啊。他要跑，直接敲就好了。哎呦！等一下，我觉得画面好小、喔，不知道是怎么样。我觉得游戏画面好小、喔。每次只要过一段时间没有，我就觉得跑跑的画面好小、喔。这是这个游戏最大的缺点。一定要用视窗化才能玩，然后视窗化又整这个1024×768，超级麻烦。看到吧就被拓康。后面洗完澡了吗？还没吧。最近估计不会玩恐怖游戏哦。
因为跑跑都快没时间玩喽。哎呦，这个关好难过哦。哦，感谢订阅，感谢 CHUNG0910， 感谢订阅。为什么只能用四川话？因为这游戏有 bug， 全一木玩会有 bug， 对，所以只能用四川话玩。所有的职业选手都是用四川话玩。好，玩别的图好吗？不好，对，因为我要玩这张。哎呀，啊！一只空帅，为什么今天没喝过诗？我不知道，问公司。对，你可以私讯到那个决定游戏娱乐那个粉丝专页，问他为什么今天没有大号喝诗。这个我是不知道的啊。请问全一木有什么 bug？ 全一木会吸车啊？会完全吸车，完全不能对抗。对，但是你们也不懂是什么，你们只需要知道有 bug 就好了。就是实战的时候不能用全屏幕玩。你去问每一个选手，他都会跟你说，全屏幕玩实战的时候会被吸车。哎呀！然后订阅之后有赖群吗？有，但是你可以私讯给现在有哪个 MOD 在的、啊？通常我会在关台之后把赖群的邀请码寄信到有订阅的退群信，有订阅的观众的退群信箱。对，但你真的迫不及待想要进来的话，就是你可以私讯给 MOD， 但是我通常会在关台的时候把邀请码寄给大家。所以四川号就不会吸车吗？在正常的情况下不会，我只是正常的情况下。
对。但是全萤幕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就会熄。哎呦！这种东西不要问我啊，我怎么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设定的？我只能跟你说，选手的感觉是这样啊。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会触发这个东西，这东西我是不知道的啊。我跟你们一样，就是开着车之后就开始玩了。你们只需要知道这个游戏是用视窗号会比较好的，好了，对，大概是这样，这是最简洁有力的方式。因为那个骑车，讲白一点，就是它是一个不正常的对抗的情况下，你是没办法控车的。那这个东西有比较简单的叙述方式的话，比较好达成的条件大概就是两个人的画面不一样，就是我在跟他对抗的时候，他的车跟我的车的画面不一样，就我看到他的位置在那边，但他实际上不在。对，那变成说我靠他的车子的时候，因为实际上不在嘛，那代表我碰到的是一个假的车子，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说我碰到假车子，那他实际上我看起来是碰到了，但在他画面上并没有，那这样我就撞不开他嘛，因为他是在我的画面上他是假的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明白那个意思。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说我在跟他对抗的时候，实际上我是跟一台我没有仔细知道，我并不知道他真正位置在哪里的一台假车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这样的话，他的画面上，我就像空气一样，碰到一个空气，然后就会被带着走。那这种东西有很多种延伸方式啊，不一定是只有这样的一个方式会造成洗车，我只是举一个例子。Thank you.
网络烂会吸吗？网络烂的话，就容易达成我说的那个条件啊。你们可以举一反三啊，好不好？哇，爆掉了！现在很少打楼了嘛？对啊，很少了。为什么我怀疑没去打 K1？ 这个你要问橘子啊。为什么怀疑没打 K1 啊？我也想问啊，为什么没有打 K1？ 为什么橘子可以打 K1 啊？对不对？不好说啊。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橘子可以打 K1？ 哈哈。为什么你脱漂会减速？你这问题问的太好啦！兄弟，因为你不是职业选手啊。你这个问题就跟为什么我考试没办法考100分是一样的。为什么我不能考100分？因为有题目错啦。这次好像不错。没有啊，很多东西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啊，就是这东西是没办法回答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嘴好吗？我不是嘴，你们要知道嘴是怎么讲，就是嘴是一种。为什么不好形容？嘴就是一种会让人家觉得是很北南的那种还是嘴啊。还是你觉得我刚才就很北南？真的假的？如果是的话，我再跟你说个抱歉。对不起，我讲话太北蓝了，大概这样。我觉得啦，比较像是延伸啦，就是啊，我刚刚那个比较像是陈述事实，还是这个就是嘴？对不起啊，抱歉，应该也算嘴了哈。我承认，我刚刚在嘴。
笑死！抱歉，抱歉。哎呦，这样都好难哦。反正我在这边跟大家说，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玩卡丁车，想要精进自己实力的话，我跟大家讲一个诀窍好不好？很重要，要听好，好不好？听好咯，听好咯，你就一直练，没了。你看我现在在干嘛？你们就干嘛、啊？这是唯一变强的方式啊，没有别的了，就是一直练，好不好？还是你们觉得我现在不像在练？什么干话？实话，干话。我现在就在一直练啊。不然你也小草月是这个生下来之后，双手碰到键盘就会跑卡丁车，是不是？那我还不生下来就去签张大乐透，还跟你在那边玩跑跑卡丁车。哈哈，对嘞，对哦，我一天生下来我就会玩卡丁车了，哇，好棒哦，哈哈。你们这个才叫讲干话，好吧？哇，我的观众学得不错啊，有在看台哦。微微关台了、哇，好难哦！豹哥真的是卡丁车天才，一样的练习时间就超猛，但是还是有练习啊，不是一生下来就会玩，好不好？人家练习多久，你们也没看到啊。这张九台车竞标，我比较想练，我比较想练那个、啊，就是先把基本路线都练好。
其实我今天觉得跑跑的视窗好小哦。哎呦，是不是要再甩久一点啊？啊！爆开！你脱票左甩会点方向键右再连续点左吗？对啊。这东西还好吧？我说这个竞标啊，哎呦，太早了，角度不对啊，要再过去一点。豹哥也不是出生就会竞标的、啊。哈哈哈，是是是，哇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哈哈，难怪我不会啊啊！啊，难怪我跑不赢他，哎，我出生前我还不会啊。张腿太难了吧！哇，角度好难抓哦，太早甩爆开，太晚甩爆开也爆开。明天的 Facebook 抽奖是日本回来抽奖吗？不是，你可以等明天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，不要急。来了，就这一次了。刷破六吧，各位。没关系，我们出生的时候不会，没关系。现在会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的成功次数已经用完了。今天的成功次数已经用完了，估计不会再成功了。氮气不够长，好慢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弯好难哦，这个弯，这里，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弯。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好了。我是看爆弹那影片学的，就是你这个弯啊，你这个弯进来之后，你这一个弯进来之后嘛，然后你这里要一个左急抽或者是大甩
直接弄满它，然后再加这里之后再加一票，这样进来，我觉得超难的。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我看的那一个影片，这个，我是看他影片跑的。但我觉得好难哦，爆弹！但这个就是全萤幕跑的，全萤幕现在大部分都只能来刷计时。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甩过去竞票，没有，你看他就是出生不会的那一个，好不好？我跟大家讲一下他那个。他那一个就是这里啊，你看哦，你这样甩过去之后，你这里要反飘也好，什么都好，随便，你就要弄一个很大的顺势，然后让这一飘满，让这一飘甩过去后，这一飘要满，你有看到吗？很极限，所以你弄不好你就掉去了，弄不好就掉去了，然后这里又要很极限这样拉，整个角度很扯啊，所以很难啊。你自己看这个甩过去之后接那个左甩，有没有？除了本身力道很紧绷之外，地图的设计也很紧绷啊。然后加一票，他以前那么崇拜你，人物分析颜色都跟你一样，我哪有嘴他、啊？我不是也是出生不会的那个吗？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一个人出生会啊！哎，这边就是各种路线爆炸，嘿！呵呵，差不多啦。我们只要知道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出生就会啦。好可惜哦，那个影片，它是第二圈稳住就变成世界纪录了、啊。炸开！不要再竞票了，最强单圈欸。但我们没有要求要跑这么快啊，我们是要修饰一下自己的路线。这里要最佳化 啊，你看角度就炸了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。角度很容易爆开，竞票比较快吗？如果你角度错了的话，是比较快的。对，你角度对的话，原本的飘法一定比较快，因为原本的飘法可以不降速就可以过了，除非是那个地方需要降速，像矿山那一种。再一次，好，勉勉强强，感觉要拖一下才可以。然后这里要拖飘，接个反飘啊，接错，没关系。是 K7 吗？我不认识啊。那天跟他拍完照之后，我还是不认识他、啊。怎么可能那么好认识？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、啊。他就说：“这是谁啊？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”
好像好一点，有抓到那个感觉。喊票，不要再开启我们的爱了啊！豹哥出生的时候，就是从那个洞口直接竞飘出来的。神啊！我估计脖子先断掉啊！好难哦！什么洞口？我怎么知道什么洞口啊？大概就是这个洞口吧。哎呦，车停住了。健康教育有没有上过啊？可以给爆蛋刚那个网址吗？你上 YouTube 搜寻爆蛋，然后到他的 YouTube 频道找就好了。其实我觉得第一关好难哦。对，最佳化加一票，开启。啊！哇！啊！我认真刷一下啊，这图好难哦。啊，不知道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卡。你看，你们就是小时候不练车，造成妈妈的负担，还要剖腹产。豹哥都直接一个竞飘就出来了，你们还要剖腹产？现在还在卡是不是啊？到了、欸，而且这明明就是你们讲的，现在又赖到我身上。来了，所以我觉得不要甩太大力，这样子好一点。啊哦！
啊，炸开！好难啊！哇！爆弹那影片到底怎么跑？我们再看一次。太难了吧！好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优美的画面。Score！ 好，来。超难的，天啊！小飘、大飘、单喷拉出来，最佳化。你们看这个啊，你们看这个看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很容易滑掉。你这一飘点下去的时候很容易滑掉。然后这里最佳化的时候，你要拉得很快，让它很快就断。你这样你接这个弯的时候，你才有很多的入弯空间。这样这个弯就会提速快。提速快的话，这里气就演得长。这个弯时速就快，时速就快的话，整个氮气才会演得很长。这些全部都是细节啊，说的简单很难做啊。你看在这个小飘很大力，有没有看到？它是一个几乎没有顺势的情况下，光靠它的力道，这里，这个，你看它车头多斜吗？然后这里我不喜欢最佳化加一票，我觉得好难控制哦。但是还是要练一下。然后这里啊，这一票你要定的力道定的很好，让它一瞬间断胎，然后拉到最外围，这样你才进得去。进去之后你才有空间接下一票，这一票。不然的话你是完全炸开的，有没有？因为它路线已经很极限了，这一票飘下去的时候已经很极限了。他已经接近快要撞到这里了，所以只要代表说他只要再慢一点点，就爆开了。所以整体来说，这边都过得很极限了。然后最佳要反飘嘛，这里就还好，这里还好。然后反飘拉起来，把气弄满。然后这也是最佳化之后稍微滑一下，点了一个断开的反飘。就段位出来之后，但是它胎也是断开的，然后作为一个下一个急抽的顺势，然后这里就直接一飘大飘拖满它。那这里也比较简单，就小飘接 U 弯拖飘，再一个反飘，你可以看它有这个气甩下去才会满。然后在这里再加一飘，你可以看它的角度，如果没有加的话，它会朝这边去。所以这里通常会加一票，因为现在车子太快了，以前不用加的，现在要加，现在加的比较快。你有看到它下来之后角度是朝这边，在这里的时候，这里的时候它下来的时候角度是朝这边，如果没有加会朝这边，这也是有差的，有没有？这里就加了一票，你有看它车子扭了一下吗？在这里的时候，然后，哎呦，实况一直卡欸，为什么？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等一下啊，好。然后这里就很正常嘛。最佳化过去之后，气不够那么长，哎呦，气没有那么长的情况下，点了一个单喷也比较好进去这里。这个弯就没有什么了。然后第二圈的时候，因为这里气没有那么长，这里气没有长，所以这里也是点了一个单喷，让自己的气可以延续下去。然后这里就已经插到了，但整体来说都还好，重要的是后面那边爆掉了。不是因为我一直按暂停卡的、啊，我说的是丢失影格，就是你们的画面看起来是不会动的。这边就没满了，这边就爆掉了，所以前面有没有掉下去都没差，因为它已经爆掉了。好难哦，这样突然跑到极限也是很难欸。别太一样不错，好哦。这里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样过，
然后这里飘大力一点，定住，哇，这样，你有看到那个角度不对吗？就爆掉了，上去那个力道不够就炸掉了。大力点，这个就太大力。这游戏好难玩啊！啊，你们还是看我玩就好了，这游戏真的太难玩了。小接大飘，拖一下。直线抽气，直线抽气是什么？什么是直线抽气？哪一招？玩跑跑这么大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直线抽气。哦，感谢订阅。感谢林米莎，我订阅小草，我抖那豹哥，你猜的没错，我是灯人任儿。感谢林北八嘎囧，感谢巨丁。哦，有了！啊，才怪，好难哦！刷个图吧，他怎么刷图了？好难啊！我在甩尾的时候，身体会不会跟着动？不会，但我脚会出力，因为我要踩油门啊。这个段位反飘，这里不要飘太大力啊！真的是不要太大力耶。没有啦，我会把自己身体绷得很紧。刹车不踩的啊，拔掉了。以前不是都有很多那种老梗吗？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刹车。今天会玩传说多久吗？没有，
我只要我的粉丝专页上面没有 take 传说对决就没有。或者是我的标题上面没有就没有。对哦，明天会玩传说对决。